生活就是一场征战，我的室友人很好，但是习惯很不好，这跟性别和国籍无关。有时他的食物味道很重，又不开窗户或抽油烟机，或是食物一直放在炉子上，整个厨房和走廊就都是这个味道，甚至有时会漏进我的房间，所以我去厨房都要戴口罩。虽然没有用，结果还是要闭气，不然会想吐，然后要速战速决，不然衣服就都是那个味道。穿过走廊就要冲进厨房煮饭，他永远都不会擦琉璃台的积水，他会制造像沼泽的那种积水，菜渣、饭粒、油渍、果汁机炸出来东东喷的到处都是，但他永远不会看到。地板有时踩起来黏黏的，炉子的周围满满油渍，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垃圾分类，也从不倒垃圾。学校每两周会派人来整理，但不到一天就会瞬间变回战场。他要先清出一小块可以使用的空间才能开始煮饭。唉。